龟，鬼龟应该是你的好朋友了。是，然后但是我们属于那种相爱相杀范儿啊。对，我们会互相就是呛对方，但是其实这次来到天天向上觉得很开心，看到他觉得很熟悉的感觉。对，你们一起录过节目。对，因为他嫌我吵，然后我嫌他吵。对，我都互相看到。你为什么会嫌他吵呢？因为他觉得我很像机关枪，一直会一直讲话。机关枪，那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女孩吵呢？对呀，也会像机关枪。你看，你明白了吧？你是真的挺吵的。明白了吧？啊，真的真的。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。你们那个节目是不是特别轻松？你们几个人都一个那抓。对对对，就我一个人全干了，就特别可爱，有特别自个儿独特的方式。但是我觉得。人在舞台上是一个状态，然后在生活当中又是一个状态。对，你在生活当中是也，我在生活当中也是蛮爱讲话。其实我台上跟台下落差不太大。哦，那你以后找一个男朋友，你希望找一个什么？尽量是找个比我安静。反正我是特别安静。你理想的男朋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最理想的180。哦，180斤啊！你这么轻，180公分。不是，王一博，你一米七八，假装现在一博是180，好不好？达到你的标准了，你会不会主动出击？你会怎么出击？肯定会。嗨，就要趁大家都在的时候啊、大家在聚会。你有微信吗？我有啊。来扫一扫吧。哎，一博说不给。我要趁大家都在的时候才能扫，因为尴尬，他不能拒绝我。这样，哎，你大概喜欢颜值是哪一种、哪一款呢？我喜欢像蒋劲夫那样子。哦，不仔。那你看，你刚才喜欢吃的东西是那个叫做马卡龙，热量很高。对，然后你看他喜欢吃蛋挞。对，蛋挞也是我的最爱。还有呢，甜的东西，牛排，小黄瓜薯片。嘿，嚯，咱们俩。然后cheesecake。嚯，咱们俩能吃一块儿去。那你不怕胖吗？吃这些东西？怕。怕，我怕没有吃到这些东西。那你就是怎么平常怎么保持？做什么运动？我平常呢会练习空中瑜伽。空中瑜伽。空中瑜伽。会打拳击课跟游泳。拳击，说到拳击，我们这个节目真是说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们掌声有请拳击教练曹新蕊。何强，国家拳击二级裁判。曹新蕊，重庆最美拳击教练。他们是重庆90后高颜值情侣拳击教练。何强，你好。何强月色啊，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曹新蕊，是重庆最美的女拳击教练。哎呦，重庆的啥？重庆，那我是成都的。哦，对，大家好，那既然她是最美的话，那我就是重庆最帅的拳击教练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哎，你笑什么？忍住。不一定。哎，对，忍住。你对颜值肯定特别有研究。哎，你觉得这样帅不帅？